接下来我们将举行一项义卖活动，非常感谢圣尊慈悲赐予法王宝冠一点，作为此次义卖的珍贵宝物，所得款项用来赞助西雅图雷藏寺此次的法会开销。现在有请西雅图雷藏寺主持德辉上师及北加州萨迦雷藏寺主持连奇上师主持今天的义卖活动。那个师尊要讲话，请音响组打开师尊的麦。啊、有没有声音？有啊。这个宝冠啊、哦，上面的钻石全部都是真的。好，上面的金色的全部都是黄金。啊，上面的那个有一些宝石，全部都是真的宝石。这一顶是10万块美金打造出来的。10万块美金打造出来的，是很特别的。前师尊只有这一顶宝冠是最贵的，价值10万美金的宝冠，有黄金，有钻石，另外还有宝石，有蓝宝，有红宝，都是真实的宝石。阿弥陀佛，大家下午好。哇，这个掌声表示大家还在时差，还有没有再一次？大家下午好。啊，这个刚刚师尊有讲的，这么珍贵的一顶法王宝冠，这个是2007年师尊在马来西亚主持大法会上所顶戴的。啊，我讲过，每一次的法缘都是唯一的一次。大家这个虽然是经济不好，但是不要以为现在是在花钱，我们是现在是在制造经济起飞。因为你所捐助的款项，师尊以前开示过10佛菩萨一定10倍还给你，这个不是经济起飞吗？大家说是不是？好，这个刚刚师尊讲的这一顶宝冠的他所制造的这个底价，这个是非常的不菲，所以我们时间的关系，大家你尽快的，哎，我们用很快的时间来义卖这一顶法王宝冠，没有底价哦，不是哦，啊不，刚刚师兄讲了哦，你看哦，制造这一本成本就10万块了 哦，那如果说我们卖了几万块，10万以下，这个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好。请有意的同门，大家把握这么殊胜的机会。啊啊，哪里？几万？30万！我们感谢这位澳门的师兄，30万。美金是吗？美金？啊，美金呢？我们美国以美金为限了，美金。US dollar。虽然我英语不好，你们还是听懂的。好啊，30万啊！你们不要给师兄一句话就吓到了，就全部没声音了啊！我们继续好吗？我们给一个最大的欢呼给这个师兄好吗？感谢他的发心。30万，好，还有没有？我们请保安人员都注意哈，每个角落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举手的哈，因为人太多，手短短举起来我们看不到，所以麻烦大家看一下。好，30万，30万美金，还有没有比较高的？哇，大家都给师兄吓到，对不对？没关系。你只要把这个法王宝冠请回去，我告诉你，金宫抢抢冠，你的家里全部都是金条。
是不是？话不要讲得太满哈。哦，不是，到时候没有就找你，不是找我。我在请，也不是找师尊啊。哦，不是，我所谓的金条是放光哦，师尊放光加持呢。啊，这个全屋子都是黄金的光啊，哦、啊，是不是？黄金黄色的光就是真意嘛，对不对？我不是说你家马上请回去，马上全屋子都金条啊。那我告诉你，那、这个见识的都跑到你家去，你就要搬家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好30万。哇，董事长都没有声音怎么办？啊，哪里？哪一位？我们看一下好吗？请站起来。纽约的师兄还师姐？纽约的师兄，谢谢你，32万。啊，这个掌声不够啦。呜，32万。啊，我们澳门的师兄，请你继续努力好吗？40万，是对不对？40万，然后一下子就跳到是你们，这个掌声要不要再加力一点？谢谢大家的配合，再一次欢呼声。40万美金，仲有冇更高的？40万美金，40万，对，因为我广东话听不太好。我其实我也不是讲得很标准。对，我们董事长讲40万，对的，40万。好，纽约师兄啊，请你看一下、啊、这边的师兄师姐，请你看，你有没有给这个黄光照射到呢？啊，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但是考虑快一点哦。好，那我们怎么样？怎么办？没有人理我们。仲有冇更高嘅？没有就倒数啦。啊，倒数啦。好，我们从十开始数好吗？给你们一点机会啊，只有10秒啊，赶快想快一点，十。哦，忘记了，九。哎，这个、董事长被40万震慑住了，很不好意思，失利了。这个董事长太开心了。八哦，没有，这个收入我们要讲一下，是赞助这一次法会的开销哈，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啊，八啊，七六。哎，刚刚是哦，那个澳门的师兄40万哈，五四。我们董事长很快的哦，因为肚子饿了。三二，他说不能讲一半呢，怎么办？再来就喊一就没有了，因为董事长说不能说喊一半的，不能一分半。再来没有了，快点，纽约师兄。哦，你自己讲一秒，已经超过一秒了 ，OK？ 谢谢。好，谢谢，我们请师兄上台跟师尊合影。啊，谢谢你，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感恩师兄的发心，啊，请你上台。啊，我们要很恭喜你哦，这一顶宝冠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哦。啊，大家很聪明，掌声！啊，这个送师兄上台，感恩他。哦，师兄跟一个讲师上来，来，请上台好吗？啊，请上台。啊，那个是不是拿着法冠到师尊旁边合影，好吗？哦，有一位师兄，两位讲师。因为宝冠很重了，要三人抬啊。啊啊，请师兄到师。我爱对啊。好，我们摄影机几台，快点照。好，给你带上啊、哦，给你带上，就讲，没有关系的，带上没有关系的。因为有一个人也有叫。啊，请师兄这个站到师尊的旁边。对不对？啊，因为关嘛，这个就。你的麦克风给师尊讲一下，你的麦克风给师尊讲一下。以前这个叉叉。在纽约的时候，啊，他也标了一个这个
一个法官，那么他叫我给他戴上。我要给他的时候，他说：“你给我戴上，请你给我戴上。”那我就给他戴上。他说：“这个就是护法，就是我把法已经传给了他。今天我也要护法给这个何师兄。”这是真正的护法啊！要把哇，这个师兄赚到了！要把这个马靠澳门的雷藏寺给他盖起来。哇！这个师尊的大加持啊！这个师兄回去笑一个礼拜，嘴巴不会合拢啊！啊！哇！我们再热烈的掌声啊！这个太殊胜了。哇哇！好，我们再次感谢师兄的发心一标，也是谢谢大家的掌声。大家都醒来了吗？谢谢大家。接下来还有最好的灌顶。没有啊，接下来我们有个抽奖活动啊。对呀。我们有请那个卢生燕布施基金会总裁佛清师姐上台为我们主持抽奖仪式。抽奖赠品是一幅百年不坏的传承大汤卡啊。那如果说你有买奖券的同门呢，请注意听你手上的票根号码。法国林爱群，哇！哪一位法国的幸运者，赶快上台来！哇！这位师姐来，请赶快上台！哇！你太幸运了，刚刚师兄笑三天，你笑一个礼拜，嘴巴不会合拢。那是不是要合影一下呢？那你拿着那个，这一幅就是那个传承的画，上面有师尊的亲笔签名，有师尊的法相，还有上面有那个四位祖师，就是红黄白花，每次师尊法会前都有奉请的四位祖师，这个是传承的汤卡，有108位在卢生燕布施基金会都有这个赞助请购了。好，我们也这个恭喜这位幸运的师姐。好，再次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感恩师尊的加持赐福。